全力呈现。小姐，算好了吗？我在赶时间。快好了，快好了哈。如果什么事都等一等的话呢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就容易落后。这么多东西啊，如何追踪这个库存，是不是会有麻烦？我们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系统。现代资讯科技如何改变传统行业，让小商家更专业的运作，取得成功？星期一晚上10:30，八频道《企业 I 计划二》是由新加坡资讯局与标新局协力呈现。以下节目